这个轮子里面个边，这个轮子里面个边，靠着这个边，嗯，对平，也就是进入参数设置，参数设置，中点动向后，对，现在是两个基本上是平平，这个和这个，差一点不要紧吧？最好是差一点，差一点就行，这个第一排就要去瞧一下。现在是内侧，嗯，那我就。这里触摸屏里面内侧位置点着点 OK， 嗯，点一下，再移到前，再往后面移到前面。对，前面的位置吗？对对对。其实就是排线宽度的调整。对对。就是对它的线跑的这个盘的长度。嗯，其实就是对排线。确定两个边。嗯。对，确定两个边。对，到了外面这个位置啊，嗯，点一下 OK， OK， 再移到现在是随便哪个位置都可以启动，就启动是吧？对对对， OK， 我还是移到最里面一个边，嗯，那个还有那个是吧？启动的时候它是那个靠在最边上嘛，是吧？对对对，随便哪个位置都可以启动，但是最边上起到的效果要好点。那刚刚那个圆线也是吗？圆线也是一样。 OK， 哦不，刚刚的小圆线现在就是返回主页面啊，返回，因为还有什么参数要设置吗？因为那个做线做的是四毫米，你这里就要设成四毫米啊，你点一下的，比方说设置成六毫米，比方说六毫米，这是线宽嘛哈，六毫米，那我就设入六，点确定，嗯，然后那个比方说厚度0.35，厚度0.35这里有个线厚，嗯，点一下0.35，确定，确认，还有其他什么要设的吗？那个变线间距。嗯，间距根据那个线的那个线的距离。嗯。嗯，如果近的话，你这个设大点。嗯、如果如果说两个线靠得太远了，你这个就要设小点。OK。就这个也可以改，咱我是0.12吧。就正常地方就0.1左右嘛，是吧？啊，0.15左右。0.15左右。对对对。然后还有什么米数要设一下？米数是这个米数啊。嗯。这个基本上在2100。一盘2100，对，2100已经算多的。嗯，其他的应该没什么。哎，其他的没有。OK， 那就返回吧。那就接下来是直接启动。直接启动是吧？对，整机启动。穿越模式不要改动啊，不动了。已经关掉了，穿越模式已经。颜色一直不变的啊。对。哦，这。整机启动啊，整机启动，相当于盘动在盘线，对，就是盘动。